注定相依，人们难过也有人和你。谁在这儿？受伤了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有这个草药在，你就不会疼了。来，别怕。是不是不疼了？啊！好了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。你是不是饿了？嗯，你肯定是饿了。等着我啊！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。父亲，燕尊已经占领我们玄冰族14城，若女儿再不出手，玄冰族危矣。为父自有办法对付燕尊，无需你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引出古寒冰，以古寒冰之力吸取赤炼火，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对抗燕尊的机会了。万万不可。宝儿，你可知古寒冰藏于地下15000年，一旦把这冰寒之气吸入体内，稍有不慎就会冰冻肺腑，封禁气脉，危及性命。女儿可以应付，何况吸入赤炼火之后就会与我体内的古寒冰相互消融。可要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父亲，为了玄冰族，为了天下士族，还请父亲能够允许。燕尊的行婚大典在即，切记3个时辰内务必吸入赤炼火，方可不被寒冰之气侵蚀肺腑。尊上，没有找到清雪玄女。那花木呢？我刚去崖底查看，没有任何踪迹，也没有花木的尸体。参见尊上。宝儿回来了吗？属下们等了一夜，并未见到千雪玄女。从赤炼回玄冰，必经之地唯有仙草族。可千雪不是花木的对手，如果落在花木的手上，恐怕……早知如此，尊上你就应该让我杀了花木，以绝后患。宝儿为夺赤炼火，元气大伤，为了救治宝儿，本尊必须留花木一命。可花木又怎能会为千雪玄女疗伤呢？哼，本尊已经用寒气封禁了他的记忆，昨日之事他再难想起，再则他大半功力将无法施展，就算碰到拔二也伤不到拔二分毫。嗯，去哪儿了？怎么回事？我竟然使不出功力。姑娘为何如此野蛮？我们还没说上一句话，你就要动手打人了。别过来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问你，
你看到我的那只白鸟了吗？什么你的？谁是你的？有眼无珠。哦，莫非你就是那只白鸟？这可太有趣了。你不记得我了？嗯，也罢，就此别过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姑娘。你受伤了，现在还没痊愈，不能走。花木功力明明在我之上，莫非是父亲封住了他的功力？而且伤得很重，我们仙草一族世代行医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我只是压住了你的气血，但是若想痊愈，还得等些时日。不必，无需你在此假仁假义。姑娘，姑娘，她的体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热量，若一直这样，恐怕她撑不了多久。寒潭，对啊，寒潭。心里的约定。